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cky。I am the cake。我是伊娃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三款美味的可丽饼。You love it。让我们开始吧 ，Let's go。今天我们准备了500克的中筋面粉，我们现在给它塞一下。接下来撒一点点盐，一点点橄榄油。这里是2 cup 的牛奶，2%的牛奶，我们就倒2 cup 的牛奶。现在给它搅拌均匀。差不多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再倒多1/2 cup， 就125ml 牛奶。牛奶，再继续搅拌。我们家经常会吃这个 crepe 早餐，因为比较容易简单，而且又好吃，又可以有玩各种花样，任何的水果都可以放。就想吃什么就放什么，可咸可甜，可辣可酸。辣早餐没试过，试试哦。也可以的。差不多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准备了3颗鸡蛋，依次给它打进去。我们搅面粉，搅拌面粉的时候，先不要打鸡蛋，要不然的话面粉会散不开。好，差不多应该 OK 的了，就稍微的给它打得细一点。好， OK 啦，那我们就开始切我们的水果。今天我们准备了草莓、蓝莓，还有 banana。 草莓切片，把香蕉变成片片啦，圆圈片，长条片。好， yeah. 我们进行我们今天的早餐之旅 ，Let's go！ 热锅下一丢丢的黄油熨锅，调下1/4 cup 的面浆，拿起来。火一定要小一点。现在我们给它放到另外一面。哎，不错哎。对，想喜欢吃焦一点的，就可以稍微时间再长一点。好，我们看看那边怎么样？哇，挺好的。不错不错。啊 ，OK 了。done。下面我们开始要煮这个香蕉。加黄油、红糖，还有这个杏仁粉、叶桂粉，搅拌均匀之后，下这个 banana 香蕉，好，关火，倒出来备用。太棒！哇，刚才那个香蕉做出来真的很漂亮哦，又好吃。嗯，还有草莓、蓝莓，嗯 ，yummy。哇，超棒！看着这颜色，已经食欲大振。好，下面我们就开始制作
撒一些奶油 cream。 哇，草莓，超漂亮的样子，喜欢漂亮的东西。然后这样子包起来，这时候如果想更加的美观一点的话，直接这样子塞一块进去，就会看得更加的漂亮。没错，对，好，就这么做。好，一把说吃两条，那咱们就弄两条。嗯，对。这时候我们还得做一些装饰。哇，超有食欲耶。对啊，来，巧克力当然少不了的啦。对的。哇，太漂亮了，谢谢。这就完成了一个，对不对？啊，撒上我们的糖粉。好，伊娃的这个早餐就制作完成了，搞定。好，这个做给 little cake。好看呢、欸，对啊，雪糕，小朋友爱吃的，嗯，对的，就给它卷起来，挑几颗蓝莓，搞成像个花束这样子的。好好看，里面有雪糕，有水果，也有 cream， 棒棒的。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give a like, subscribe, and ring the bell. Thank you.